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外交部第33任发言人，也很高兴和大家在这个平台结识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岗位，我将向我的前任学习，和我的同事们一道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，致力于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、相互理解。我会认真准备每一场记者会，真诚对待每一位记者朋友，用心回答每一个问题，期待与大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，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。谢谢大家。